晚上好，年初三啊，晚上时间是7:30。肥君出到嚟观音像啊，观音像填海区啊，王朝。今日出嚟睇下花车，同时间又有烧烟花啊。肥坤嚟到呢个位置，咁就可能啊睇唔到烟花啦，一背住海边，对面咧就可以睇到烧烟花，就睇唔到，即系隔咗条街先睇到嗰啲花车，唔得两全其美啊！背脊向海。对面呢就可以睇到烟花，咁啊烟花呢就一年有几次，咁啊主要都系睇花车多啲啦，系比较热闹啲嘅。大会嘅时间系8:00开始啊，但系喺旅游塔行到过嚟呢个位置呢，我谂都要大半个钟。开始嚟到面前啦，时间系8:30啦，已经差唔多。讲下今日澳门年初三啦，政府公布啊有21,000+嘅旅客嚟咗澳门啦，已经差唔多就嚟快脆破纪录噶啦。第一队啊，罗良嘅话，体育会摸一条长长嘅金龙，开头打头阵啊，走咁长啊马路，个个都索晒气啦。由观光塔即系旅游塔麦高塔华嗰边去到科学馆，长长嘅马路。几辛苦啊！又跑又跳，哇！呢对小朋友咁细个都出嚟玩，打锣打鼓几热闹噶，载歌载舞。那些花车经过眼前都有一段时间，因为等要等，所以今晚条片就长一点。各位如果没家没什么事做，慢慢看。花车着花灯是挺漂亮的，亚洲旅游局今日表演的队伍都挺多的，外星人穿到鬼五马六，好像太空人一样。很多队都是行路的，花车是不是少一点？这些是学校的舞蹈团啊。
唔好捉住啦，唔好捉住啦，唔好捉住啦。散悠悠，冇隊形，東一個西一個，好似賽跑咁樣啊！咁多小朋友，仲係有啲好細個嘅添。这个还要抱实，有少少虐待啲小朋友的大会。李姑梅啊 ，MGM 车上面有好多靓女。泰國有咗嚟，開心下喎。今晚應該有幾個國家的隊伍都參加的，在屋企定定地睇肥坤嘅片就好啲啦，出嚟睇真係好耐先有車或者有人經過，等十幾分鐘換到抽筋，肥坤都要剪片啦。入咗嚟呢边就过唔到马路噶啦，成条马路封晒。出嚟睇花車嘅朋友，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啊，上下年紀嘅，好似肥坤咁樣都幾辛苦啊，企咁耐。我话我老油啊！
呢啲本地土生嘅。好似法國隊啊，啲人嘅口音。呢啲啊特別啲啊！呢啲係公司嘅員工，永利。對面都幾多觀眾啊，企滿曬。對面就可以睇到燒煙花。喪事咁樣，澳门会展的公司车，呢啲应该系舞蹈学校啦。所以今日天氣暖翻啲，好似早兩日咁凍就幾慘啊！
哦，咦，对得几熟眼喎，几熟啊，早日影过贵州队啊，大足。这些可能是酒店的，星際啊，卡勒斯，玩到幾多龍啊，好多朋友過好多條鬼佬嚟喎，
今晚都几多人参加噶，数人头都几多。应该差不多水味啊，烟花都开始了。行前少少，陣間散啊，容易出翻嚟啊！今晚的氣氛都不錯的，載歌載舞，葡國的位置。一陣散場都幾虛撼喺度，咁多人。长龙，珠海长龙。
啲德國喎。一隊是巴西，巴西隊生蚝，印尼的印尼都挺有趣的服飾，应该最后的拉屎。一隊香港玩到最後，
我哋下一集再见。今晚是逼爆王朝，人山人海。